2020年10月1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制定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将广大人民群众的个人信息权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是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治保障的客观要求；第二，是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的现实需要；第三，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持续深度融合，网络已成为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交流合作的新纽带。截至2020年3月，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9亿，互联网网站超过400万个，应用程序数量超过300万个，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更为广泛。数据被收集，隐私被泄露，频繁骚扰的陌生电话，隐患重重的资金账户，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首次亮相，个人信息安全将如何保护？捍卫个人信息安全，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在信息化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社会各方面都在广泛呼吁出台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又是如何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呼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各方声音。近年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企业、机构甚至个人从商业利益等方面出发，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利用个人信息侵扰人民群众生活安宁，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问题仍十分突出。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接到一些电话，然后就说什么知道小孩几岁了，然后大概兴趣爱好是什么，然后想那个让我那边再去参加某某某的那种培训的机构，汽车的保险还有房地产的一些推销，他们会知道我的姓名、工作单位、住址，这些都是一些个人的信息，有可能犯罪分子拿你一些个人信息啊做一些犯罪啊，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安全隐患的。用户的网络记录被平台擅自收集用于商业推销，公民在相关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外传，类似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日，一部手机失窃引发的惊心动魄的战争一文引发网友关注。一名信息安全从业者的妻子手机被偷，这名信息安全从业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采取了所有的防范措施，但即便如此，短短一天的时间内，妻子的银行卡、信用卡、支付宝、微信支付、美团支付等所有移动支付全部遭到破解，一时间，手机丢失带来的财产安全隐患成为社会关注热点，也体现出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个人信息受到侵害的风险无处不在，办理注册会员、开通电话卡、网上购物等，凡是涉及填报个人信息之处，均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随着大数据技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公民个人隐私的边界也频频遭遇挑战。虽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已经逐步建立，但仍难以适应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现实情况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在现行法律基础上制定出台专门法律，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才能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形成更加完备的制度，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10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第四条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与会人员普遍认为，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强化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保护十分必要且重要。围绕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热点问题，与会人员对草案提出了修改和完善建议。敏感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和滥用，将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较大损害。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感个人信息作出更严格的限制。草案规定，敏感个人信息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可能导致个人受到歧视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信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建议，完善对敏感个人信息界定，充实对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同时呢，敏感个人信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样一类信息，对有的群体敏感，对有的人就不那么重要。所以，如何更加科学的界定，建议呢再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特殊的敏感个人信息，做明确导向性规定，比如，在目前。银行或者很多手机 APP 采集使用者信息时，经常采集面部识别特征、指纹、掌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等，这些呢，都是比较重要的敏感的个人信息。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在事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千方丽说，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目前众多应用程序仍存在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一些应用程序以用户拒绝提供个人信息为由无法下载或者不能正常使用。千方丽建议进一步完善草案中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虽然本法第六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第十四条规定呢，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作出同意，第十七条呢，规定不得以个人不同意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这些人都可以对这一现象呢进行规制，但仍然存在规避法律的可能，例如将处理个人信息的目的模糊表述为为保证用户体验等，因此呢建议在第十八条的告知事项中写明应当告知要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每一类个人信息的详细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切实地保障个人的充分知情。比如是安装，他要问你，比如说你要是说你是一般的信息，哪怕就是你的一个地址，我觉得也还好一点，比如说位置，我觉得也就可以忍受。他甚至加一条，要能够使用或者是进入到你们的资料去进行去进入进去，因为使用或者是修改，我觉得这个要求就太过分了，这也不符合我们法律的保护隐私，这是完全是一个他就是。太夸张了，应该在法律上要明确禁止这次运营商或者这次相关的公司他提出不合理的霸王条款，就是坚决要拒绝这种行为。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现在对个人信息的滥用主要表现在网络方面，应该特别强化网络平台及其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当前以数据为新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而个人信息数据是大数据的核心和基础，如何平衡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个人的数据在他手上掌握是没价值的，个人数据在社会上集中以后呢，就形成价值，每个人的保护数据都不给数据，没有数据，社会大数据这个发展就没有基础。除非是回到从前，
如果想在这个信息化时代跟上这个潮流的话，每个人都要贡献这个个人的数据，否则时代前进不了。这个隐私关键是要尊重，而不是滥用。在分组审议中，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建议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切实履行保护职责。随着信息化的推进，个人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凸显，与之相伴而生的就是个人信息的滥用现象。一些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聚焦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突出问题，加大违法行为惩处力度。在总则、个人信息处理规则、个人信息跨境提供的规则、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的职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多个层面，设计和建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框架，在条文内容上反映了立法者吸收接轨国际立法、探索开创中国路径的制度努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汉华认为，确立以告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的一系列规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的亮点之一，体现了公民对个人信息控制的权利。体现在这个草案当中，就是以知情同意为核心的一整套相关的制度。比如说你要采集我的信息，必须要让我充分的知情，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呢我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不能够因此不给我提供这些基本的服务。那么即使我同意了之后，我事后我还可以撤回。如果你采集我的信息如果说超出范围使用，那我可以要求来制止。所以它整个的理念就体现了在网络信息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有权来控制自己的信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到民法典，事实上很多法律和行政法规对于个人信息保护都做出了相关规定，但并不全面。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则是构建了一个全流程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我们说从采集到使用到安全保护到跨境传输用于其他的相关的目的，以及到专门的管理体制以及法律责任等等，进行了一个全流程，我们说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这么一个系统的制度设计，覆盖到了个人的权利、信息处理者的义务、管理部门的责任，以及整个我们说这个社会共治的这个体系等等。此外，针对一些平台利用收集的大数据向用户推送个性化广告的行为，草案中也做出了相关规定。在数字经济时代啊，一切都是定制化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看到的网页都是不一样，当你看今日头条的时候，看你抖音的时候，它根据你的偏好来给你进行推送。这背后的支撑的技术就是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能够给每个人量身定做相关的服务，所以你出门是专车，看的屏幕其实是专版。数字经济下的公众生活产生了巨大变化，在享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带来便利的同时，公众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偏好被个人信息处理者掌握后，随之产生了一些违反商业伦理、商业道德的行为。因为处理者知道你的一切偏好，我既可以给你推送你喜欢的东西，当然我也就可以这个对你进行杀熟了。然后相关的规定以及这次的草案都要求你在提供这种根据个人的这个信息提供这种定制化的这种自动化决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提供不经过自动化决策的那种我们就是过去的这个千人一面的版本。针对日益普遍的自动化决策应用，草案明确要求保证决策的透明度和处理结果的公平合理，并且赋予个人相关的知情权和拒绝权，特别是在商业营销和信息推送的应用场景中，有权获得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我们究竟怎么来解决它带来的负面作用，这个是各国都来探讨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草案很好的地方呢，就在于草案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而且尤其是我们说关注到了这个大数据杀熟过程当中所存在的各种现象，把这个选择权交给我们每一个用户，而不是说让机器代替我们做选择，我想这是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家园，必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行为，不仅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危害交易安全，扰乱市场竞争，破坏网络空间秩序。就草案需要完善和细化的内容而言，首先，在法律责任配置层面，可以考虑就侵害敏感个人信息的行为专门配置更高强度的处罚规则。此外，在权利救济途径层面，增设个人信息侵权领域的集团诉讼条款，丰富个人权益保护的司法救济方式。那国际上的共同经验就是说，在个人信息保护的执法机制上，必须是要设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权威的公法执法部门。就我想这个执法体制执法机关是这一部法律当中值得我们说来探讨的。此次提请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将会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回应社会关切，旨在以严密的制度、严格的标准、严厉的责任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落实企业、机构等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维护网络空间良好生态。2020年10月1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发言人记者会，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向记者介绍，刑法修正案11草案经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审议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共收到65080位公众提出的137544条意见。一是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主要意见是加大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刑法修正案11草案拟吸收这方面意见，对奸淫幼女、猥亵儿童以及特殊职责人员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修改完善。二是完善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犯罪规定，主要是建议进一步调整处罚范围，完善有关情形表述。草案拟采纳有关意见，对构成犯罪的条件、有关渎职情形规定和表述作出修改完善。在本次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出公众呼吁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此作出回应。近几年来，未成年人实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那对于这个问题呢，现在各方面的共识是对这部分未成年人要管起来。至于怎么管啊，如何去管，是把这些未成年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关进监狱，还是完善一些像我们现有法律规定的收容教养等等这些教育这个矫治的措施和制度，那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还有不同的侧重。臧铁伟表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总体上还是应该坚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的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之。你在这个草案二次审议稿里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呢规定经过特别的程序
啊，在特殊的情况下，对最低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的下调；另一方面呢，就是做好刑法修改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的衔接工作，这个完善好相关的教育矫治的措施，充分发挥像收容教养啊这一类教育矫治措施的作用。回应社会关切，拟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这个条件呢，它是限制的比较严的。拟增加新罪名，冒名顶替上大学等行为将通过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专设罪名，填补了相关法律空白。二审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10月13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此次的二审稿回应了一些社会的热点问题，做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修改。比如说，针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草案的二审稿就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了个别的下调。再比如说，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等涉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上，草案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此外，像冒名顶替上大学这样的行为，在本次的二审稿当中被明确为犯罪行为。2019年10月20日，大连发生一起涉未成年人恶性案件，10岁女童小琪遇害。加害人是同小区13岁男孩蔡某某。由于案发时蔡某某未满14周岁，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近年来，类似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一些声音提出，是否应对刑事责任年龄做适当下调？经会同有关方面反复研究，此次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对此作出回应。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在刑法第17条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在分组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这样的回应普遍表示赞同。我是赞成的，这种就是做这种这个例外条款来处理，啊，既能够应对这样一种情况，又不是那个像社会上理解的，就是好像就往下普调了，啊，因为这个情况呢，确实是非常复杂的。而大连10岁被害女童的母亲和代理律师也通过媒体对这一修改做出了回应。因为我们判例一天已经等了好久，我们也一直希望这个法定年龄能够下调，我们从来没放弃这个刑事诉讼，这就是用不上的，最起码别人家孩子以后最起码能减少伤害。这个年龄下调的话，也是符合咱们国家的话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未成年人这个身心成熟的实际情况。大的这个前提还是对未成年人的话要进行保护，哎，只有他犯下了特别恶劣的这种罪行的时候，比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样的话才有必要启动这个刑事诉讼程序。但在启动的时候又设置了一个门槛，这个门槛的话就是由最高检予以核准，最高检在核准的时候肯定会综合考虑一个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心理状况，这个案件发生的前因后果等等。但如果说他因为妻子的死亡能够推动了这个刑法的修订，能够避免今后出现类似的这个悲剧，对他们家属的话也是给心里一种安慰。针对实践中性侵未成年人等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较为突出的问题，草案二审稿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做了多处补充完善。修改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犯罪，对一些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的刑法，并增加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草案二审稿对奸淫不满10周岁的幼女
或者造成幼女伤害等严重情形，明确适用更重刑罚。进一步明确对猥亵儿童罪适用更重刑罚的具体情形，包括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猥亵儿童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对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人员，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不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都应追究刑事责任。进一步发挥刑法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的重要作用，草案二审稿加大对有关金融犯罪惩治力度，修改洗钱罪，将自洗钱明确为犯罪，同时完善有关洗钱行为方式，增加地下钱庄通过支付结算方式洗钱等。此外，草案二审稿针对新情况补充完善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情形，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同时加大对单位犯集资诈骗罪的处罚力度。刑法修正案是以对涉及到金融、证券、资本市场犯罪的行为做了明确的规范，加大了处罚的力度，符合市场的预期，合乎投资者的需求，我相信一定会赢得大家的支持。在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新华认为，为了保护金融资本市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建议草案尽快审议通过。建议包括高院和我们证券主管部门，在这个修正案通过以后啊，就其涉及到的相应的内容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或者是具体规则，使得第11修正案呢能够及时的得以落实。社会上发生的冒名顶替上大学等事件，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破坏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引发社会强烈反响。为此有意见提出，应当专门规定为犯罪。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上述意见，在刑法280条之后增加一条，将冒名顶替取得高等教育入学资格、公务员录用资格、就业安置待遇3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在分组审议中，杜玉波委员认为，此时将冒名顶替上大学入刑，充分彰显了法律的权威性，体现了今后对此类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的态度，有利于从根本上斩断此类行为的利益链条，形成强有力的威慑作用，达到有效预防和遏制冒名顶替入学行为发生的目的，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刑法修正案专设罪名，填补了相关法律空白，为惩处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执法依据和司法标准，将进一步提高违法惩罚，完善的法律责任，健全中国特色社会法律制度体系，增强人民群众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但在分组审议中，也有委员表达了不同声音。司建民委员认为，司法实践中能够用民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处理的，就不要用刑法。一个国家的这个治理有效，这个安定啊，是应该是以它的这个刑越来越少啊，而这个德治越来越高的。此次提请审议的刑法修正案11草案二审稿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应该负刑事责任。学者认为，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做个别下调，既回应了社会关切，同时也回应了被害人一方的诉求。这个条件呢，它是限制的比较严的。
仅仅符合这个条件还不够，还有一道程序上的限制，就是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样的话呢，应当负刑事责任。另外一方面，我们说了，还是强调呢，就是对很多啊这种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那么这个呢，还要建立这个专门的教育矫正机构，对他们进行一些个教育和矫正，啊，使未成年的违法犯罪问题啊能够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和解决，既兼顾到这个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对吧？同时的话呢，又兼顾到这个对社会关切的回应和对被害人诉求的这样一个考虑。阮麒麟认为，草案二审稿将收容教养改为专门矫治教育，为专门设立矫治教育机构、矫治教育专业人员提供了法律依据，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治教育工作起到促进作用。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之下，也不能放任不管，那么也需要什么？设立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教育矫治，这样呢，以期呢，这个使很多青少年人啊，那么能够什么回国自新，同时呢，也维护社会的安宁，啊，为这个预防犯罪、减少犯罪，那么，贡献一份力量，或者说呢，发挥重要的作用吧。草案二审稿修改猥亵儿童罪，进一步明确对猥亵儿童罪适用更重刑罚的具体情形，其中就包括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因为猥亵儿童的犯罪分子，他有的其实是有一定的这种生理因素，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癖好的。这种癖好就表现在什么？如果他不被有力的制止的话，那么他可能就会不停地去作案，产生很重的危害，而且这种犯罪分子往往这个再犯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对，特别针对这种情况，把多人或者多次作为加重的适用，那么非常适合这类案件的犯罪的特点，非常有针对性。我国刑法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不论其是否同意，都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此次的草案二审稿增加一款规定，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该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啊，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规定，往往在现实生活中间啊。比如说这个监护人，啊，像继父呀，啊，还有比如说这个他的这个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啊，比如说教练呐，比如说这个老师啦，啊，他和这个被害人之间有比较密切的交往，啊，这个时候呢，他确实可能没有暴力胁迫手段，啊，利用他们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啊，或者是这样管理被管理的关系，这样一个支配关系。去实施这样的一个性侵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呢，那么很多国家都规定为犯罪，啊，而我们国家呢，在这方面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因此的话，在这个地方也把它犯罪化了，认为构成犯罪，给予刑罚惩罚。冒名顶替上大学入刑，也是本次草案二审稿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内容。阮麒麟认为，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很有必要。对于将来杜绝这类现象，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这地方特别强调，就是说，啊，这个帮助这个他人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这种情况，也要规定为犯罪。而且我认为啊，将来处罚的重点是在什么？是在家长，他支配着孩子，他左右着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啊，如果没有这个其他的人去推动他。他也很难自己想到去做，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本次常委会后，刑法修正案11草案还将继续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们也将持续关注。